是我唯一的爱，怎样变成互相的伤害？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内现实的生活，别来分东西，问天去问地，一种痛苦，谁人知？看您就是这么好，现在还是保持这么好，不可能，数十年如一日都不可能改变我的身材。今天那样那样，那看了我拢在做欢喜，我唔知。对对对，看爱我做古外观。我感觉吼，我看下这次龙兄虎弟吼，伊那甲别人吼，拢总是有一点距离感。哎，杜德利导演，很奇怪，我常常跟一些记者啊，访问我的记者伊嘛，门外公，你在这个秀场上或者在舞台上，你跟谁最有磁场？我一定说跟费玉清。哎呦。真的很奇怪，虽然我们私底下我们没有说常说啊有来往啊怎么样啊、哦，但是呢，真的这个舞台这个艺人真的很妙啊！打一电话，对的，噔噔就来啊，噔噔，真的。最近一个地方叫做日本呢，日本啊，日本多。我刚刚你一定也惊讶一些了，说在哦哦哦，看您的这种不管是身材的这些个子的这个个头啊，在那里买东西 shopping 是是是，还有你最喜欢演歌，哎对对对，在那里可以感受到讲到日本最新的演歌。其实我最近呢去日本呢机会呢很多次啊，哎对，主要就是因为呢在日本呢有一位唱片的制作人哦。他也来过台湾，他听过我的带子，他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在日本没有这种声音，就是说台湾人吼，啊哪来唱日本歌吼，是不是那个感觉吼，安尼会袂歹安尼啦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人有眼光。我嘛刚刚有当时你的歌哈，一般人也是不能随便唱的。我是真的。麦克风上你有几条迄落上有点像这个山地风味的。噔噔噔，哎对对对，不好唱了。自从那天住，我歌词都忘了。自从那日初见面，我就恋你到今天。想得等待，我自己都忘了，哎呀，好丢脸哦！那歌过不唱哦。一把情种洒向心田，哎呀，转来转去。你来灌溉，在满目花开绽笑颜。这比较有点那种山地的那种，哎，那种味道啊。观众一听了，情不自禁就这个拍子就打上来了。哎，你这个什么歌都难不倒你。其实我想，真的哈，在我的认为啦，日本是一个非常我向往的一个发展的地方。你说这个最新的一张这个唱片呢，就有很多是演歌方面的这种绝技跟技巧在。有。哎，迫不及待。那功德就李本瓜的这个功力啊，是，您就先给我们来现身说法，那这样秀一下，来清晰秀，科技呢，戏呢，哈呢，哦，这条讲四个瓜，来听看没？哎，演歌的演唱。
真好形容他呐。哎呦，这个，你知道我够给吗？已经不用解释了，听你唱，哎呀，你这是已经又唱作，啊，而且这个转音的部分呢，干净利落，干净利落。这一个人成功的艺人啊，不是这么简单，浪得虚名啊。不敢当。这个陈小云，这虽然久久不见了，这个是听到您这个言谈之中啊，说到您的这个生活跟最近的动向，是真的是多彩多姿啊。大概嘛，欢乐的江心大叔，就是安尼讲。啊，唔，这多几个人，那这个有缘的人呢，也未出现呢。哎呀，我都有想呀吼，想过雕呀，想。嘛不是啦，刚好我都爱扮鸡，真辛苦。爱扮鸡啊？啥鸡唔好？算我，意思讲哦，我家己有赚钱的能力啦。哦，好好。免赚钱啊，紧找啦，这缘分啦。哦，哎，缘分啊来吼，你城墙都挡不住的。哎呦，实在是。你嘛是同款，讲我，我你超过十几栋啊，到今日都未娶。哎，这你都免烦恼啦。我这人嘛是，我嘛是自由自在，我这人啊，安尼，我想说吧，情有关系啊。哦我感觉一个人安尼聊你家己嘛真快乐，啊，都无忧无烦无恼。我当时安尼话，啊，不要属于一个人的，大家朋友或大家要烧酒要泡茶啦，要拍麻将啊，随时半暝嘛甲卡嘛走出去对。啊，那有无见的话，都无啥注意。安尼你个人跟我真话呢？哦，安尼。我嘛就不爱红书包诶，有时候我自己常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我讲到一件事，我讲。我从来不会羡慕人家所谓那种婚姻生活，因为我感觉吼，足晦气的。比如讲，若要去创啥，都要甲翁讲一下，啊，都安那，我觉得蛮麻烦的。啊，就想要来躲，咱就去躲。没有，最主要是那也有他的快乐，但是我们太单独久了一段时间了，已经习惯现在的方式。边啊，若讲吼，加一个人吼，迄我家叫的呢，真袂习惯。习惯吗？在所有的恋爱经验中啊，顺便跟现场聊聊，你捌爱过几款，好几款的人爱过无？都是爱你爱干呢吼，爱你爱干呢，都是讲几乎让你不能喘气，有没有窒息的感觉？就是说，你的这个一，他因为促进很大的关系啊，所以导致你有很多困扰。你想要跟他解释呢，又发现实在是多余，但是呢，误会比较占的居多，但是感觉到这种行为中。他又是因为爱的太多的关系。对对对，你说的这个情形呢，曾经有过。见到去我这个惊到，他讲哦，一日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。哎呦，想起干嘛讲哦，没该解他主意。好，我爱家人，好人啊，你好。哎呀，叫痛苦呀！哎呦，实在不如来洗洗耶。是的，我当时啊，爱到受痛苦啊，我照跟他背嘞啊，连多少惊到。还是一个人好。哎，是看到您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心情、事业、工作都是这么的顺畅啊！哎，有闲啊，较常要来节目中。好啦。哎，拄只头一个听咧唱台语歌曲，第二条个日本歌，完全无同款的歌咯。第三条呢，过来改编一个歌咯。咱来个唱一段吼，用讲是白光时代歌曲。哎呦，白光哦，迄当阵我拢还未出世，讲正经，我哪个唔知是倒位咧？哈哈哈哈哈。这首歌吼，我个人很喜欢，但是在这个节目我是第一次。第一次唱演唱，在舞台上也是第一次，唔知唱了后阿伯我唔知啦哈，绝对无问题。来听看嘛。刚才我阿伯听你唱《我要为你歌唱》，哎呀，那真是有板有眼，基本上唱白光的歌啊，哦，那真是白光的歌，大家很熟悉啊。白光的歌，那刚唱的绝对都是有代表的歌曲就是《花落水流》是吧？花落水。水流，他唱歌永远是那一副，啊那边西大海，啊那懒洋洋的，啊那那不要不进来。啊那样，但是你的唱法可能又有另外一种味道，又不一样了。那就跟白光多几条光。夜归人。哎，好，欢迎陈小云带来的《夜归人》。谢谢。我悄悄地望，我悄悄地等，又送走了一黄昏。眼看穿过了雾一层，也有模糊的灯一层。我打一份愿，我打一份门，又数遍了夜归人。这茫茫的雾像堵上了门，怕夜归人路也难闻。这沉沉的夜像失去了魂，怕早睡了梦也难闻。
是天亮夜归人，夜归人，谢谢。